有事就快禀报，禀玉帝。近日我观看星象，发现300年才出现一次的灾星尚在人间。据我了解，是18年前降龙罗汉打乱了安排，令灾星保住了性命。如果不尽早处理的话，恐怕会酿成大祸呀。每次都是降龙这边出问题，你多带几个人下去凡间帮他解决吧。谢玉帝。 但我怕降龙会出手阻挠。当然是劝他啦，好好解决问题啊。那我带哪吒一起去。啊，太好了，你去我就更放心了。谢玉帝。财神到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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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巷传来人们的欢笑，家家户户都是激情高照，因为财神爷今天就会来到，鞭炮一响他就会敲门，不用多想他就是财神，财神到，哈哈笑，他能让你家里金银财宝变得更热闹，财神到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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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新年好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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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福你呀祝福你呀，相继共逍遥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好到不得了，财神到啦是吧？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就是人间。人间？为什么人间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你吗？我？为什么是我？那就要问你自己。你没事吧？哎，我都说了，他做噩梦的时候不要靠太近。哎，真是。哎，师弟啊，你最近为什么常做噩梦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心绪不宁的样子。哎呀，真是。嗯。哎，师傅，外头有人找你。对呀。那真要出去开开眼界了。嗯。哎哎，来，就是他了啊。哎呀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听说施主找我是吧？两位，能不能停一下？可不可以说一些凡人听懂的语言呢？不好意思，那就委屈一下你了。来一个。
看吧，漂亮了，漂亮了。刚才呢，我一打就把淤血都打出来了。你再试试说句话。没见到你就好了，我找了你很久了。嘿，你找我来这儿不就行了？我来过几次了，那些守门僧呢说你云游四海了，然后这座庙呢也消失了几年。对啊，我们的寺庙呢是消失了几年。啊，是这样的。详情呢，请收看济公一的英雄贵位了。哎呀，先看济公三降龙有悔吧。你要说什么来着？我啊。你？你？我？我们两个十八年前怎么了？来，还有个女儿啊。喂，什么十八年前呢？还有个女儿？慢着。是你呀，哎呀，不好了！啊，怎么这么多血？哎呀，你老婆年纪大了，现在情况很危险，难产呢。你是要保大人呢，还是要保孩子啊？保大人吧。好。嗯，是这里了。搞事情是吧？哼！你们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哼！嗯！给我出来！哎呀！呀！上次没把你们两个打够是吧？罗汉，慢着！啊，慢着！我们现在已经改过自新，洗心革面了。切，你们两个会改过自新、洗心革面？呸！就是，啊，几个干嘛？老贾啊，老贾。回事投案啊？不，回头是岸呐、啊！看你没文化的样子，真的是好好笑啊！多读读书嘛。俗话说得好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劲辣！蹦蹦蹦蹦要蹦蹦。我们洗心革面，回头是岸，我们无畏凶险，神机妙算，经历酷暑严寒，委曲求全，总会时来运转。你的抱怨。辛苦啊！单压、双压，基本元素全都有了，回头把视频发给你。哎，鸡哥，帮我找个东西。想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找个大棒子收了你们两个。别，鸡哥，我们现在有新的师傅了。啊？谁是你们的师傅？一代魔王，纯魔之体，大魔王，尊上。哎呦，不错啊！我也有名号，我的名号是 Dis。耶。我的名号是有地位啊！你要 diss 谁啊？没，他是大魔王身边的一个小厮，简称 diss。那你什么地位啊？他是大魔王一个看门的小护卫，简称地位。我还是收了你们两个。这个，别生气啊！我们呢，今天也是来办正事的。办什么正事儿？就是奉师傅之命，让我们来拿三个元神啊！拿什么元神啊？家三口啊！他们犯了什么事啊？什么事也没犯呢，很清白的。哎，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不到半个时辰的小女孩，哇，长得真的是好可爱啊！不过还是要死。他为什么要拿走他们的元神呢？其实我们也不清楚，但我们是奉命行事啊！不行，众生皆平等。正所谓生存是每个人类最基本的权利，哪怕我们是神仙都不可以白白剥夺的。既然这件事情在我的地盘发生，就由我来管，你们滚。
给你手动点赞。你看看，是个女儿。小女孩，走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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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不是让你们两个走了吗？又回来干什么？哎呦，师父说他是灾星。哎呦，好好说话。师父说他是灾星转世，要把他带走。嗯，那个不带走的话会天下大乱的，给个面子吧。不行，今天哪怕是天王老子都不能给面子。这个女孩的事我道济管定了，我现在在她身上加了个封印，18年内谁也动不了她，谁有意见的话可以来找我。等我们下一季炼成如来神掌再来挑战你。别拉我，往你走，我大哥喝多了。哎呦我去，怎么办？走，不要了。醒醒喂，醒醒醒醒醒醒，你没事吧？我相公呢？你相公？我相公。你冷静点。你帮我救他出来。你冷静点，你相公死了。我相公死了，他不会丢下我的。不要不要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丢下我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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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再。你是不是想你女儿变成孤儿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你相公的死已经是一个事实了，谁都改变不了了。但是你这么辛苦才把女儿生出来，你就要好好的带大她。我已经在她身上加了个封印，18年内都不会有人可以伤害到她。但是18年之后的事，18年之后你再到灵隐寺找我，我叫道济。你最近还好吗？好，因为有我嘛。好就不会搞成这样了。不在他身边，那你女儿没事吧？
他就没事？因为我加了法印给他嘛。这不就是用你的法印吗？你的法印啊，弄得我生了女儿出来之后呢，三天一小伤，五天一大病，全村的人呐都说他是灾星，说他是妖怪呀、啊。你快点跟我去告他。你放心，我说过我会管这件事了，就一定会管到底的。只不过我想叫他们两个一起去嘛。不是吧？他们两个到底行不行啊？哎，不是啊，我帮你算过了，他们两个去呢，对你有好处。冰念，带他走吧。没必要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就是这里了，老大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你们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哎，听小蝶姑娘说话。小蝶姑娘，村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，小蝶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今天有个高人叫无极道长的，刚好经过我们村子，还说免费给你驱除身体里的妖气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做的。帮我？你们这哪里是帮我？明明就是想烧死我！哎呀，娘！哎，小蝶姑娘，小蝶姑娘啊，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，整个村子全都清楚的，你是扫把星转世。现在无极道长教我们这么做，其实是想帮你呀。村长，你也太迷信了吧！就算我是扫把星，那我现在祝你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你就会马上出事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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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！烧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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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！毒啊！居然拿活人当祭品，他有王法吗？啊！但他确实是妖女，我们忍受了多少年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们就没有未来。对，没有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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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这个村子没有未来，是因为你们封建，你们迷信。反正从这一刻开始，他的事就。厉害了吧，通通跟我回家。既然圣僧放话，我们就给他一个面子，散了吧，大家散了吧。哎，散了散了，走吧走吧，没什么可看的了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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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散了散了。
师弟。圣僧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哦，是吧，是吧？她就是18年前救过我们的圣僧道济师傅，这次呢，她也是来救我们的。谢谢你了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先回家再说。啊，在那边，那边。啊，走走走。好好。小乌龟，小乌龟，想我了吧？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。所有人都把我当成灾星，都要把我给杀了。我现在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灵隐寺的圣僧来了。就是18年前救我的那个，有他在啊，就会有希望。我以后再也不是灾星了。小蝶姑娘，圣僧，我呢就想跟你做一个深入的了解。那。我该怎么配合你啊？非常的简单啊，来，双腿先放床上。哦。看那里啊。嗯。先睡一下吧。麻利麻利蹦。这什么人啊！哎，好吃吗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哎，圣僧，圣僧，我怎么样？我女儿怎么样？我女儿到底怎么样？搞定了吧？你想得美啊！我居然在她身体里呀、听到3个人声啊！哎呀，那就对了，对了！我说她古怪呢，就是指这个啊。她小时候呢，突然间呢，变成另外一个孩子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吗？小孩子呢，比小孩子不奇怪。她突然间呢，变成个大人了，连声音都变了。哇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有可能呢，是他脑子里的幻象留下来的印记。那有没有得救啊？这样的病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但是你放心，只要不放弃的话，一定有希望。多谢圣僧。就是他。祥龙，我已经请示过玉帝，姚小蝶的确是灾星托世，留她在这儿只会为祸人间。既然这18年来你没有管好这件事，现在就由我们接手。神仙取人性命也是要说明原因的。姚小蝶心地善良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人。就算她真的是灾星，你们都没权利剥夺她的性命。她是没有存心害人，但是她无心害的人也不少，留下她只会成为祸根。其实你们两个说的呢，也都有道理哈。不是啊，就是因为众生皆平等，这样让他身边的人受罪，这说不过去啊。祥龙，你要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必要时我会出手。那你就试试了，看我还不还手。哈，你们两个呢，一直这么讨论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定一个7天期限，7天之内，祥龙你搞不定的话，姚小蝶就交给我们处理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决定，7天内我搞不定的话，就把它还给你们。从此他的事我不再过问。又打不成了？喂，我们能不能先打了再说？都很痒啊。7天期限，祥龙，你好自为之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一直都在啊。第几句？第一句。小蝶，
小蝶，沈森，不行的，不可以的，你不可以的，你一定要救他，你不可以让他死的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说什么呢？这很简单的，三天就能搞定了，七天我都嫌多啊。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了。三天，你一定要救他，说不定可以的。对，小蝶，沈森说没事的，快过去跟他说啊。三天就搞定了，厉害厉害。都是你。你来就早说一声嘛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他是没存心害人，但是他无心害的人也不少，留下他只会成为祸根。七天期限，香龙，你好自为之。小小蝶的确是灾星托世。毛贼竟敢偷吃天山雪莲！你乱说什么？走，跟我去衙门。搞什么呀？为什么你会武功啊？我乃仁宗皇帝御赐金牌捕快许九刀，看招！救命啊！捕快，有小偷啊！怎么了？你女儿跑出去了啊？哇！哎，小蝶。你们是谁呀？老人家不用害怕，在下灵隐寺道济，阿弥陀佛。他呢就小蝶。你们认识啊？小蝶，怎么是你呀？您是钱大嫂吗？哎呀，我当然是钱大嫂了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呀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在下捕快许九刀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是许九刀呢？啊，钱大嫂，你到底跟那个许九刀有什么渊源啊？哎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当年我儿子得了重病，需要天山雪莲才能够医治，可是家里穷啊，没钱买药，万般无奈，我相公
只好去偷。可是，你相公却被我抓了。孩子因为没有药而病死了。你相公在牢里，伤心致死。我许久刀一生持证未到，杀敌无数，自认为没做过什么错事，却不曾想法理之外还有人情。那徐捕快，你这一次前来是为了？我就是个懦夫。从来都不敢来这儿。我希望钱大嫂可以原谅我。若有来生，我愿做牛做马。还了你这份债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这一切都是命。也许我丈夫和儿子在那边开开心心的等着我呢。小弟。喂！这团是什么？哈哈，我知道了。捕快许久道的元神是因为心结打开了才会离开小蝶，所以呢，只有我们将小蝶体内剩下的两个元神引出来，再打开他们的心结，那不就有救了？多谢圣僧，哎，来了，你说。那请问他体内剩下的元神有什么心结呢？哎，你问对人了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当务之急呢，就是将他的元神引出来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不怕我吗？不怕啊。娘亲说妖怪都是丑八怪，但是姐姐你长得那么漂亮，不像个妖怪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刚摘的梨给你。谢谢。这个
给你。谢谢。小五，回家吃饭啦！我要回家吃饭了，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没事了，娘没事了，别哭。娘，对不起，我真的
没有怪你。对不起，乖，没事了，我没有怪你。帮小蝶解开了一个心结，我们离成功呢又进了一大步啊！沈森呢？第三个怎么办？那前两个呢都是在这个村子发生的，所以我很有信心，第三个呢也是在这个村子发生的，我去问个朋友就知道了。那就谢谢了，谢谢了。你们饿不饿？弄点东西给你们吃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真好意思啊！喂，啊，你的朋友问一问就知道，那么厉害的是谁来的？多神。你们两个照顾好小蝶就行了，我走了啊！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走了。就是他像上次一样变武林高手的话，我是挡得住，那师叔他就不一定了啊。对哦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古语有云嘛，功夫再好都一砖拍倒，武功再好也怕菜刀嘛。参透下来，我已经参透完了。嗯，找菜刀，好，两把，两把，好，去，找菜刀，菜刀，在那边。这个时候最应该就是睡一会儿哈。小蝶不见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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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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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蝶姑娘不见了！不见你去找她回来吧。我找不到啊！不要吵了！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放我出去！我是来帮你的啊！帮我什么？你是要杀了我是吗？你记不记得你的深仇大恨？你记不记得是谁把你淹死的啊？什么深仇大恨？什么把我淹死啊？你快点放我出去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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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我出去！救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叫我！放我出去！大声的叫我！叫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救命！再大声一点！救命啊！叫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蝶啊，小蝶姑娘，小蝶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。对啦，我要报仇，记住这句话，我要报仇。然后，报仇你的仇人，我要报仇。在哪里？小蝶，小蝶姑娘，师叔，小蝶姑娘在那儿。
哎，小林姑娘。不要觉得小林姑娘有点不对呀，她好像完全变了个人。那你有没有带家伙啊？菜刀啊？嗯，我没带。小林姑娘，还好吗？海外祥龙啊，有些事麻烦你啊。好久没见了，祥龙，有何贵干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查一下呢，这个村子最近100几十年呢，有哪一个女人是含冤而死的啊？喂，你问我事情也得礼貌点吧，看着我讲话。喂，老大，现在我90度鞠着躬跟你讲话，还不够礼貌？喂喂喂，我在你后面呢。哎呀哎呀呀呀呀呀！揍死你啊！生活枯燥，找点乐子玩玩嘛。喂，还有没有资料啊？啊，有。那个女人呢，湿漉漉的，很大机会是淹死的。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，让我先查查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咦，有了。哎，70年前啊，有个姓张氏的女孩是跟一个何家公子啊，然后呢就爆啊，然后就哐啊，然后就空空空，然后就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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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这样了。那什么叫棒？棒就是棒打鸳鸯喽。然后矿呢？矿就是进猪笼喽，拉他下水喽。然后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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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淹死他喽。淹死他不应该是？打个嗝儿，你奶！哎，玩玩。既然这么冤的话呢？看来我真的要噔噔噔噔噔。什么是噔噔噔噔？哎呀，终于有你不懂的了。噔噔噔噔噔，那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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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包拯包大人？大姐，我的脸都黑成这样了，难道我是狄仁杰呀？你不相信，我也看看我身边的公孙先生还有长护卫呀。展昭展护卫好像矮了一截。嗯，公孙大人胡子都掉了一半，怎么看上去像个女的？哎呀，所以说呢，你真是电视剧看的太多了。什么时候说包公一定要肥头大耳，展护卫呢一定要高大帅气呀？什么时候说过？有谁说过？有没有说过？没有，不没有，你说过了。你再挑三拣四的话，我不帮你伸冤了啊！到底有什么冤情？快点说。包大人，民女冤呢。民女自小和河南青梅竹马，怎料何家人棒打鸳鸯，还污蔑女子与人同奸，拉美女下猪笼。包大人，民女是清白之身呐，包大人。
求你，求你替明女伸冤啊！实在太冤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本官今天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。壮士，你可释怀呀？释怀了，包大人英明。体内的元神都被赶走了，那扫把星的威力还在不在啊？哎，你说有三个的吗？啊，现在三个都走了，会不会可能里面还有四五六七个呢？应该不会的，你们看他有多好啊！大家放心吧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哎，各位村民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小弟姑娘已经没事了，不再是灾星了，因为我亲自试过。没事，小蝶下去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！小蝶下来祝福你们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圣僧。哎，小身一装，哎，真是。下去谢谢，我把花送给你，谢谢。降龙一定可以的。好，不管有没有办法，现在距离七天期限就剩下几个时辰，到时候别怪我手下留情。难道我看漏了什么？不可能啊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姑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冷静一点，再看一次，我一定找得到的。是谁呀？牙子。
龙王二太子，800年转世一次，好勇斗狠，有仇必报。他在哪儿啊？哪儿就有灾难啊！沈僧，你说我女儿是一条龙转世来害人的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不用怕，今天你碰到我，算你不走运。我降龙罗汉就要收了你。啊！呀！
个时辰才到七天，你们这么快来干嘛？你别这么固执了，他已经成魔了。降龙，把他交出来。为什么你们不信我呢？我真的可以降服他呢。赶紧把妖女交出来！不准进来！你们全都不准进来！不准进来！走开！走开！不准进来！吵！滚！滚！你不能这样对姚大娘的，不关姚大娘的事吗？也不关你的事啊！你不能再白护他了。总之今天就要他的命。不准进来！不准进来的话，你们就先杀了我吧！在这扮专家吗？好，七天之期现在刚刚到，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哼！参见观音大师。大师。观音大师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快点教训一下降龙吧。如果不是他阻拦，魔龙就不会重现天下。那阵子，你出手的时候，七天的期限确实未到，但是你可以这么肯定降龙，不能在最后关头救小蝶吗？降龙，在十八年前，你救下小蝶母女。但是之后你并未有跟进，这些不算是你的错吗？三世流转，业报不虚，
能不能成功的去除业障，是要靠缘分，还有你们的努力。你们做神仙的，有没有好好努力助人成佛呢？一念善心起，菩提道业明；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你们要好好的反省，好自为之。香龙，你千万不要灰心。只要凡间一天有劫难，一天都需要你。才把你找回来的，以后记得多关照我。祝福你呀，祝福你呀，相继共享。
恭喜发财，新年好的不得了，财神到。